行了，咱也甭说什么冤不冤的了，啊，您呢，好好想想，啊，可着这四九城啊，还有谁能够救春和？对了，我想起一个人来，转成，啊，你猜这个人谁？哎呦，什么节骨眼儿了，咱不猜了好不好？您直说啊，马五爷，马五爷，马五爷身后有洋人，嗯，洋人在咱们这儿说话最管用。 有子儿没子儿打一竿子。嗯，你这事儿办的实在不怎么样，令人遗憾。五爷，他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王立发呀，贪得太严，小寡妇又棘手妇道。您想这么些天，我愣没瞧见他打那里出来过。王立发是不是相中他了？五爷啊，您真是圣明啊！那小寡妇长得啊。 天生的狐媚相，老爷们瞧见他都得动心。咱再说这王立发，光棍一条，啊，他们俩一院住着，干柴烈火，孤男寡女，他不点都能着。得得得得，我不爱听这个啊。我再给你三天。不是，五爷，不是这事儿他急不待这个。为什么？我正琢磨呢。我觉着啊。 得先让这小寡妇知道，京城有一个大善人，那就是五爷您呢。之后，再让他一步步的跟着咱们走。嗯，反正我不管你用什么招，你得想办法把他给我弄到这儿来。那是，应了您的事，保准办到。嗯，OK， 老爷，玉泰茶馆的王掌柜来拜访您。您让他进来吧。哎。 这王立发，我跟他没有来往啊，他来干嘛呢？嘿嘿，明摆着，有事求您。哎，你先回避一下。哦，好嘞。五爷，您吉祥。你有什么事儿，请快讲。我马上要去教堂。哎，五爷，他是这么回事。 我同院住那街坊张春和呀，被下了大牢了。那我呢是求遍了人，那么他们都管不了。那我就琢磨着，您有洋人当靠山，是吧？您要是给说句话的话呀，不不不不，不啊，我是不管这事儿的，啊。你说你们这些人，平日子里没少骂外国人，哦，遇见难处了，想到洋人的好处了，哼，哎呀。 我不管，哎，五爷，您是个有名的大善人。您说您要是不管的话，
那张纯和可就冤屈死了。得嘞，在我这儿求求您了。No。嗯。不，告诉你，我不掺和中国人的事儿啊！你回吧。五爷，我说您好歹帮着说句话吧，他就是送客啊。 小寡妇出点事儿，不方便。哎，这小寡妇是你媳妇儿啊？是不是的？跟你说不着，反正后头是不许进。啊，不是，哎呀，老家里，哎，我说，不好意思，来来来，不是，张秀英，嚷什么嚷什么？张秀英，哎，张秀英。 你让我把这两句话说完了，你什么呀？你什么事儿？秀英，你赶快回屋去啊！有什么事儿咱跟我说啊！没事儿。您要不打算救您的兄弟，您就进屋。您打算怎么着救我兄弟啊？听说过马五爷吗？马五爷可是……你别圆圆，你不认得。马五爷姓杨角。 京城有名的大善人，他想管管您兄弟这事。那要是这马五爷真能把我兄弟救出来，我给他当牛做马都成。嗨，五爷那就是半点善事，分文不要您的。这当牛做马扯哪儿去了？是吧？马五爷要是真这么做了，是吧？我答应，让他白喝我一辈子茶。你别圆圆，跟你都没关系。嘿，来，这上头啊，您签个字，画个押。 这是，哎，没什么啊，就证明一下您求五爷帮您兄弟这忙了，这样五爷见官的时候，他也有一说辞啊。我得看看。嘿，嘿嘿，王掌柜啊，您是老拿贼心眼瞧人喏。咱这么说吧，啊，甭管什么时候，这天底下还是好人多。嘿嘿嘿嘿，大哥，难得碰上像马五爷这样的大善人。 他若是真能把纯和救出来，也省得您到处求人，不是？我求过马五爷，他说他不掺和中国人的事儿，这怎么又掺和上了呢？嘿嘿，嗯，那是五爷不信任你，嗯，他不知道你想耍什么心眼儿，可是五爷信得过我呀。嘿，来来来，这马五爷不是中国人啊。嗨，这怎么说呢？ 办齐了，那张秀英啊，死乞白赖想见您，这会儿跟门口呢。他见我干嘛？就是为他弟弟张春和那事，他想得您句话，问您能不能保他弟弟条命。我说刘麻子，你拿了我的银子，就把事儿办成这样。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要的是张秀英，他弟弟死活，我管不着。 真有福气啊！五爷全都答应了。五爷说呀，待会儿就上官府给你兄弟求情去。哎，因为毕竟是衙门的事嘛，五爷一定尽力。嘿嘿，哦，五爷这会儿正求神保佑你兄弟呢。得了，回去。哎哎，等会儿，来来来，这待会儿我给五爷拿过去啊。
这叫什么事儿呢？这叫，但我没跟康良掺和呀，是吧？康掌柜，嗯，你要真跟康良掺和了，可就不是停业这点事儿了。哦，哎，这得掉脑袋了。二位爷，这我求求您们，啊，跟那个官府的老爷们说一声，不停业成不成啊？一大帮的伙计呢，你吃什么喝什么呀？那不成，你赚钱要紧，朝廷安危要紧呐。哎，嘿，也是真想不到啊！你说一开茶馆的，他跟朝廷安危牵扯到一块儿了。哎，这是怎么话说的呢？这是怎么话说的？你也得停业，要不然就得蹲大牢。对，嗯，得嘞。说句糙话，孙子乐意关门，那不关门得蹲大牢不是？掌柜的，要不就关他几天吧，正好大家伙歇一歇。不歇着他也得歇着不是？可是人歇着了，他肚子不歇不是？十天，搁哪个掌柜的身上也够呛啊。您是不是觉得这样？三爷，不是觉得。那是真调费不起。您看这么着成不成啊？哎，给伙计们都放了假，让他们回家歇着去，这样您就不用调费了。我呢，也想回家看看，好几年了，想家了。那这么着成不成？放八天假。是吧？那我呢，也不亏待大伙儿，工钱不扣，提前支给你们，啊，多买点东西，啊，拿回家去。本应啊，多给大伙点儿，可这柜上呢，不富裕。是是，掌柜的，我给您蒸了一笼屉馒头，哎，够您吃十天的了。谢谢您想着我。哎呦，忘不了您的，那我走了。得嘞。路上慢着点儿。掌柜的，哎，我也回来，跟饽饽铺的几个山东伙计搭伙雇车走，明天就到家了。好。这几年呢，就属您累。给孩子买点糖豆大酸枣五的，啊，钱柜上都给了，柜上是柜上，我是我，啊，我家里头好，在家呢，多待些日子，要是得便的话呀，就把那女人孩子都带来得了，那好歹也是一家子人呢。这个北京啊，挑费忒大，在老家，一家老小能在地里刨食不是？掌柜的，那我走了。哥，您多保重。不送了。柜上蒸的，我一人也吃不了。来，得，谢谢您了。哎，您瞧，我没什么可给您的，退十礼。哎，你都是街里街坊的，不用说这个，啊。
王大哥，我想着，要是过些日子，马五爷还不能够把春和保出来，我就想到大牢去看看他。这个，成，等去的时候，我陪你一块儿，啊。这些日子，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。我这一闭上眼睛吧，春和就在我眼前都晃。等我一睁开眼呢，人又没了。事情依然怎么着啊？就往开了想点啊，兴许过个十天半个月的，春和就回来了呢。就这么一弟弟，我妈咽气儿的时候，拉着我的手，一再的嘱咐我，照顾好这弟弟，照顾好这弟弟。你说眼下，你说我这当姐姐的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好不好？但我听了受不了。舅妈呀，这这么晚了，您怎么来了？去，啊，快进来。哎呦，你小子连我的声都听不出来了。哪儿的话呀？听说这茶馆都叫关了张。是啊。大舅不放心，怕你一个人孤单，就打发我们娘俩来了。哎呦，哎呦喂，好不容易的叫上车，这溜溜走了大半天。那可不是吗？傻站着干什么呢？啊，还不麻溜的接过去，真是的。啊，这个是我娘家侄女，叫王淑芬。自小爹妈过世了，在我眼前长大的，跟我自己的闺女差不多啊。淑芬，叫哥。哥。哎，哎，我说，你加个表字是吧？表哥。什么表不表的？往后还得改口呢。嗯，那就叫大哥，是吧？他我听着也顺耳，是不是？嗯，就叫哥吧。我叫着顺口。行行行行行，怎么着啊？还叫我们这么傻站着啊？那大晚上的还不赶紧进屋啊？瞧您说的，这腿呀都坐麻了。嘿，呵，叫您这么一说，我成忤逆不孝的马蜂儿子了。这小嘴儿能说的，赶紧的，呵，哎呦喂。哎呦，一可到家了！哎呀，歇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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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就这一道儿，哎，您图什么许的？你说大半天坐车啊？这么着啊，你们先跟这歇会儿，我赶紧叫魁子呀把炉子捅开了，给你们做点水喝，是吧？给我回来！啊，伙计们都放假了，哪儿找魁子去？呵呵，过来看看，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哎呦，啊，洗澡干什么？猪肉肘子，豆沙包，哎，年糕炸豆腐，嘿，哎，你闻闻这肘子，啊，多地道。嗯，哎，我说，您这不年不节的这玩意儿啊，你带他妈吃的干什么呀？这都是淑芬准备的，她说头一回和你见面，得多带点好吃的。哎，哟，啊，我还差点忘了，你瞧。件春绸的长袍，也是淑芬给你缝制的。来试试，你看，你瞧瞧，哎呦，真合适啊！哎，哎，得嘞。我们淑芬呐，过日子可是一把好手，这里里外外啊，没有她拿不下来的活儿。要是有她在这帮衬着你啊，嘿，让你啊省一百个心。哎，给我装袋烟呢。别不动弹呐，傻戳着干嘛呢？拿烟。嗯。烟不怎么样，您凑合抽得了。哎，冒烟就成，我不挑你的理儿。哦，嘿，还真让您给说着了。他还就是不大爱冒烟，是吧？您呢，得一口紧嘬一口，一口没跟上，那就灭了，能把腮帮子给嘬肿喽。是吗？哎。我呀，嗯，还就不怕灭，嗯，不是有你小子给我点吗？啊。
哎，是是是。点。哎。就我们乡下才有呢，哥，我听说呀，城里的银子没过脚面，尽是阔人。那银子没过脚面啊？那我还开茶馆干什么呀？哼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城里这日子他也不比乡下好过啊，他也是吃不上喝不上的。那要不你嫂子她也不能走得那么早。我说。要想过好日子，还是得回乡下去啊！哎，不定哪天他我也搬乡下住去。其实啊，我倒不怕日子难，慢慢过呗，日子总是越过越好。哎，难不难的？那么你过你的日子，他我过我的日子。我老姑没跟您说过我什么吗？哎呦，是吧？他有功夫说。但我没工夫听，啊，你这每天一睁眼啊，他有一百件事等着你呢，没闲工夫。看来呀，您这儿真得添个人手了，要不然这日子怎么过呀？猴吃麻花满脸。放心啊，那我这人手够。再说了，那你总得跟大舅妈回大钟寺吧？回不回的，我都听我老姑的。不是，什么都听你老姑的呀？这是哥，我不跟您说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什么我就知道了？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是吧？他您要这么说呀，他我可承受不起啊。有什么承受不起的呀？我跟您说啊，您觉得怎么能让您高兴，您就直说，别客气。对对，是吧？我这谢谢你们娘俩了。哪盆里头？哎，这个盆。够了够了。大舅妈娘家侄女，张秀英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我们可是老街坊了，那平日里头呢，人家总是照顾我。我去给春和送件衣裳，天凉了，走的时候她穿的是夹袄。哟，还有人没回来呀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先打听打听，要不然你去了见不着，回头更伤心。我好好央告央告你衙门的老爷，兴许人家能给通融通融。这日子口你哪见得着那些衙门老爷呀？这么着，您再跟我说一声那道怎么走。怎么着吧，我陪着你去。好歹我也知道些门路。不用，家里有客人。不碍的，这春和也是我兄弟呀，是吧？我该陪你去，你这谁也拦不住我。那走。哥，这一会儿就回来，啊。县也成，您帮个忙，把这衣裳递进去。上头有交代，不准替犯人传递东西，甭给我们这儿找麻烦。兄弟，行个好。走走走。你看天凉了，就是两件衣裳，没别的。看人，是吧？对，干嘛呢？往里面送东西。一个炒菜也不能送进去，快走快走。您睁只眼闭只眼，
东西就送您去了，是吧？送给谁的呀？张春和。哎，对，是张春和，就是那个炸神机营火药库的张春和吗？啊，他没有啊。哎呦，军爷，他是受冤枉的，是吧？那他是什么人，我知道。您甭说他炸火药库了，您就让他点个炮仗，那他都躲得远远的。你敢说他冤枉？他的罪可是太后定的，难道太后还会冤枉人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什么事不是啊？快走！我告诉你，这儿关的可都是钦犯，抽不得一点差错。谁要是贪赃枉法，谁就掉脑袋。交出来吧，交出来，咱就少了这八宗事儿。你看看，就是衣裳，真的没别的。走开！没别的东西。走，快走！怎么了？再不走，全抓进去。没别的，你行行好吧。走开！走，好吗？快，走开！就是衣裳呀。阿玛，您给我包个小飞猪。好。包个小肥猪，给妞妞提一下啊，这就是小肥猪。阿玛，我的环环要吃您包的小耗子。好，我多给你包几个耗子啊。媳妇儿啊，最近没学什么新戏啊？嗨，学的都是些开蒙戏，大戏啊一出还没学呢。要想吃唱戏这碗饭，还想红喽挣大钱，那可得要吃苦啊！我知道，阿玛。俗话说得好，吃苦中苦，难为人上人。从这个墙啊到那柱子，尺子拉直了，哎，里边柱子对。哟，这外头抄到什么呢？50英尺。看看去。哎。什么这是？哎，说你呢。干什么呢？您这是？哦，这么回事。这秦二爷啊，要把这片房子拆了，盖布厂的，这都圈了一大片了。我们家的房可不是秦家的祖业产，他横是不能圈我们的房吧？秦二爷在官面上都已经打点好了，您这房恐怕也留不住了。呵，这是我们常家的房啊，他打点好了，他打点好了不算数。这秦二爷有钱啊，这有钱人办事能不顺当吗？有钱，有钱也得有王法。再说了，秦二爷他不是那样的人。这秦二爷出去，出去！什么？秦忠义真要盖厂子呀？听说已经开始量地了。衙门口儿怎么不管呢？人家做买卖。开铺子办工厂又不犯法，咱不好管呢。怎么着不好管呢？我跟你说不成啊，开铺子成，开工厂不成，弄点洋底起来，那不坏了京城的风水呀？杭公公，您这话在下就听不明白了。那洋机器怎么能坏了咱们的风水呢？那过辆火车都震得天昏地暗的，哦，再弄几十台机器来，那得多大动静啊！秦忠义他是个什么东西？四九城儿他倒是给震起来了，那朝廷没面子，太后老佛爷有面子呀。是是是，他想震动北京城，且轮不到他呢，嗯。在下这就勒令他停工。等等啊，这么着，你呀，先给他出个解救的偏方啊。他要是不停，再让他停也不晚呗。怎么个解救法儿？请您明言。我看你呀，就是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呗，真不知道啊。得了，那我换人了。哎。不，在下明白了，就是，这事儿啊，该怎么办都怎么办，办砸了我。
我向太后说去。有您在这儿罩着，那在下就什么都不怕了。那个傻样儿，这个话哟也不能这么说，该罩着的哟，我自然就罩着了呗。是是，以后办事儿啊，要多斟酌着点儿呗。嗯，是是是。哟，二爷爷，哎，我这正要上府上给您请安去呢。我不想那虚礼，就到茶馆来看看。好嘞，买卖怎么样？您看，您看，啊，嗯，人不少嘛。哎呀，都是托二爷的福。哎，一边干一边学吧，是吧？指着这个吃饭的嘛。我呀，就依照着我爸爸的老办法，多说好话，多请安，讨人人的喜欢。就出不了大岔子了。二爷，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去。哎，那我不喝，也坐不住。嗯，二爷，那您得坐会儿。要您在我这儿坐坐，都我脸上有光。你就别奉承我。二爷。府上都好吧，啊，你就跟我绕脖子吧，啊，我不管你赚不赚钱，房租都是不能少的。哎，二爷，您放心得了，三两期我绝不会少的。嗯，到日子我一准给您交过去。又装傻，啊，还提三两期？上回我跟你说的忘了？您是忘是不会忘，嗯，可是我就想着吧，您那是逗着我玩呢，您吓唬我，嘿嘿，涨十倍。那就是37两银子，您那不是要我的命吗？那不是，嗯，您那不是那样的人。我告诉你吧，我就是那种人。嗯，你交不上房租，早晚我把房收回来。哎呦，二爷，您可别吓唬着我玩，是吧？那我知道您有多照应我，心疼我。嗯，您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上大街上卖热茶去？就等着瞧吧。准备心存侥幸。秦二爷，我正满处的找您呢。你找我干什么呀？听说您开工厂了，那还不得那个，是不是看看风水，那选个什么吉日之类的？我不信你那套，离我这远点。不懂情理的青皮，半个假洋鬼子。就仗着趁俩臭钱儿哈，连神仙都不信了。这种人早晚得倒霉，是不是？王掌柜，嗯，王掌柜，我说您那，这离过年还早着呢啊！等我没压岁钱给您啊，瞧您又拿我开涮，不是？不是，我是说呀，嗯，上次咱俩说的那事怎么样了？过些日子再说，好不好？不是，那您老没个准谱，这我。我那银子不是还没凑齐呢吗？哎，上次您不说凑的差不离了吗？那我那点银子还不够交房租的呢，还。哪位行行好，买去这孩子。就像买个小猫小狗，老孩子有条活命，农村大乱，土地荒了，颗粒不收啊！我说，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，啊，先出去待着吧。哎，我说，哪位行行好，行行好，有个孩子二两银。比我买个蝈蝈还便宜。
可惜呀，我有两闺女。这要是个小的多好。回子，哎，四爷。嗯。买两碗腊肉面，让他们出去吃。您起来吧，我给您端面。到外头等着，啊！哎，老板，四爷，您赏他面吃是您积德行善。可是这路事儿吧太多了，啊，那我在这茶馆里头吧，那见天能碰上十几起，你都赏面吃，我管不过来不是？哎，二爷，您说我说的对不对？行善不行善的嘛，不在乎谁给穷人一碗面吃，要救就得从根儿上救他们。李发，嗯，你过来。说真的啊，我真想收回这儿的房子。不是，您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个，我把钱拢在一块儿，开工厂，开顶大顶大的工厂，那才救得了穷人，才能抵制洋货，才能救中国，才能……算了，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你也不懂，你眼睛里看的呀。也就是一碗面。您为了救穷人是吧？你们又涨房租，你又要收房子。嗯，那穷人您是救了，那可我变成穷人了，您这不背着抱着一样沉了吗？嗯，你甭跟我这喊穷，你不是穷人，就冲你那会算计劲儿，你也穷不了。嘿，您只要高抬贵手，那我就穷不了。不可能啊！记住了啊！每月初六把房钱给我送过来，月租37两银子。这我还得琢磨琢磨。甭琢磨，要不交钱呢，我就收房。哼！真绝呀！让他收起来。我给您介绍的铺买房，什么时候看？下月初六啊。那您得先看看吧，回头您到初六的时候想那什么，您再不乐意的这个。那我是得先看看，啊，我看看咱铺面房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白干了，这茶馆算是白干了。那么我再能干，是吧？我再勤快，再不怕吃苦受累，他不是也白搭吗？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秦二爷一张口就要37两银子，这37两，您知道吗？啊，我攒一年，我能盖一院房。不是，你们王家和秦家那可是富一辈子一辈呀。没用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他改良了。别的我没瞅见改，先改成不讲交情了。那涨也不能这么个涨法啊！嗯，从37涨到37两，你说这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？是啊，刁难，诚心刁难。他说了，他要盖工厂是吧？要把这钱呢都给归拢在一块儿，他就是挤兑着我呀，让我早点给他腾房子。哎呀，您不能腾啊，这茶馆是您的命根子。你说的太对了，让我腾房，除非他先掐死我。要我说呀，这茶馆在哪儿开都成，为什么偏赖在这儿啊？
在这儿啊，你心不静，那买卖也做不好。我说你，我说大舅妈，那么您要是心疼我，您要是真想让我心静下来，明儿一早，啊，我给您租挂车，您娘俩呢？怎么花？嫌我碍眼，想跟我们娘俩走？那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呢，哪天您得闲您再过来，是吧？你也省得我大舅跟家惦记着。你大舅成天惦记的是麻将牌、烧刀子，嗯，他不是我。嘿，我大舅倒是消停了。他也不为他外甥想想。哎，你这么说你大舅可不公道啊！你大舅那纯粹是疼你、为你着想才让我们娘俩来的。哎，你哎你这么说你老姑，行了行了，什么谁疼谁谁惦记谁的，哎呦，都把我说糊涂了。哥，哎，你也别为房租的事发愁，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，愁有什么用啊？得想法挣啊。嗯嗯，人家不是要把这地儿收回去吗？我求人在大钟寺找块地儿，重新盖个茶馆，连房钱都不用出。在大钟寺盖茶馆？啊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家那坟地跟那儿，在那儿盖茶馆，回头叫我爸爸瞅见了，再从坟地里出来揍我一顿。呵呵呵，瞧你这嘴不依不饶的，人家淑芬不过是这么一说，给你解个心宽。哎呦，瞧你这劈头盖脸的，说的叫什么话呀？这。嗯，都招这么解心宽，那我非疯了不可。哎，我说，你还有完没完呢？啊，吃饭。哎，真吃饭。什么？顺天府传话让我停工？是呀，东家。先前可他们都答应了。哎，你们问问他们，怎么都说好了的事，说变就变了？我问了呀，可是他们这么对我讲，我们只管传上面的话，别的事情我们不知道。这岂有此理！哼，说不出理由来就让我停工，以为我是小孩子过家家？东家，你怎么又糊涂了呢？又是要银子，怎么不早说呀？哼，明天一早我得去问问，看他们用什么理由让我停工。哎呦，东家，让你停工的理由，哎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啦。秦二爷，您千万别动气啊！说好听的呀，你们这叫釜底抽薪；说不好听的，这就是祸国殃民。您坐坐，不管您说出多么难听的话来，我都得告诉您说，叫您停就必有叫您停的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您在城里头盖工厂，它震龙脉了，将给朝廷带来灾祸。龙脉？嗯。你告诉我啊，龙脉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有龙脉？您这不是。信你的，啊！我得倾家荡产。您怎么这样了呢？咱们东家伙计，差点见不着了呀！